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家的 room tour。才怪，我们还在买家具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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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倔强的 vlog。走，先去看沙发。我们好快呀！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来了三四次了。我们在等着今天打折呀，今天半价。能下一个半的 bed。我梦想就是想有一个这样子的吧台。这个镜子的高度是真的有点高哎。像我早上起床的样子。我觉得有点像屎粑粑。哎，是有点像屎粑粑吗？这个眼神，你看看，这眼睛。我们本来在纠结宜家的两款床，一款是实木的，那款铁架床。我们想选那个实木的，就是因为想到它是实木的，味道应该小一点。结果看网上评论说，很多人说味道还是大。那我们就放弃它了。对，反正有味道的东西不能进入我们家。那十八八就不能进了？十八八没有味道，好不好？十八八可臭了。十八八没有猫如来臭。然后我们要灰色还是黑色？黑色。Can we add this bed frame? Select them. You what size? Queen size. Queen size in the black color. Yeah, black color. Okay. And mattress, this one. Of cushion. Okay. Yeah, also queen size. 搞定了。然后我们灯就对，今天自己拿回去嘛。昨天刚买的新工具，哎呀，有电吗？它今天要没电我就……对哦，你还没充呢。有，哦，那。3:40，你猜我多久能装完？5点吧，我觉得。开始，别跟我说话了，别耽误我的时间。都是你。你帮我找下剪刀好不好？我找不到了，他们都还在这儿。会在外面吗？没有，我刚刚拿进来了的，但是现在不见了。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在床板下面？那个你后面那个？不可能啊，怎么会在床板下？我看到了。你不用来了。我已经来了。哎。你要喝饮料吗？可是我们没有杯子。我带了很多杯子来，你随便拆一个就可以了。嗯，哪一个箱子呀？不在箱子里，我已经放到橱柜里了。OK， 他说第三个或者第二个。哦，真的耶。哇啦！朋友们，刚好就是5点。大吉哦，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早生贵子，凤呈祥。Yeah. 还有什么吉利话来着？好，赶紧收拾垃圾了。那你现在要去安沙发了吗？明天。啊？今儿不安了，累了。好吧。退潮吧。好。你把这个盖子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拜。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惨？因为我们忘了带锅过来。盘子啊，这样，他真的就要生十个孩子才可以啊，孩子还得给你生孙子，你才用上这么多，天哪！好了，今天的任务。感谢你，对不对？对，谢谢你。So good。你现在好像那种摔跤选手，你能不能把我的拖鞋拿开？谢谢观看。